好，我是盖伊。那今天脱衣服的目的，并不是要展现我的肌肉，而是让大家看一下过完年后的我变得多油。油真的油滋滋的，油滋滋吗？看一下我这个腰椎肉，完全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现在的计划是这样的，从今天执行30天的减脂计划。那过程中我会公布我所有的训练以及饮食给大家做参考，并且记录我每一天体态的变化。那就开始喽。
好的，那我这个好的，那我这个好的，那我这个减脂计划进行到今天刚好第十五天，那我的体重从81.8降到了77.7，体脂肪则从13.6降到了12%。个人是觉得减脂到现在15天，差别看起来是还蛮大的。那还有15天，我们继续减下去。你待会要吗？待会还有。好的，那今天来到了我30天减脂计划的第21天。那今天是我的休息日，我今天不会做任何训练。那我的饮食方面，今天也吃的比较油腻，比较重口味一点。那还剩下最后9天，我们明天就继续把剩下的9天减脂计划完成。好啊，好吃哦，汉堡。
今天来到我三十天减脂计划的最后一天，体重从原本的81.8公斤降到了现在的75.7，那体脂肪只是从13.6降到10.2，这就是我这三十天规律重训加饮食控制的成果，那分享给大家。当然这三十天我也不是每一餐都吃的非常的干净啊，不过基本上加工类的食品、精致食物这类的我都会尽可能的少碰。那原则上大方向就是你每天的总热量摄取略低于你的总热量消耗，并且维持一定的训练量、充足的蛋白质及营养素。虽然三十天过去了，但是我目前还在持续减脂中，我预计要减到9%左右才会开始增肌。那这三十天的成果，我个人是觉得还算满意的。所以你也可以给自己三十天试看看，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习惯及饮食，让自己的体态变得更健康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我是健盖，祝大家减脂顺利，下次见，拜拜。